知道黄晓明和 Angelababy 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 Angelababy 也因为参加跑男后火了起来，跻身成为了一线女明星，和黄晓明也是温暖有加。可谁又知道黄晓明曾经竟然和另外一个女人深爱过，而且那人还比 Angelababy 强了不少呢。他就是秦岚，秦岚大家都知道，在著名宫廷剧《延禧攻略》中扮演富察皇后，是整部剧的一股清流，善良又温柔，大方且聪明，是不少男人心目中的标准妻子模型。秦岚在扮演富察皇后是真的尽心尽力，将这个人物扮演的特别到位。她曾经与黄晓明特别恩爱过，那时候的他们在娱乐圈里也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，经常黏在一起，你浓我浓。就连秦岚生病的时候，黄晓明也想办法跟剧组请假去照顾秦岚，后来因为导演催促而不得不回去工作。当时的秦岚身价上亿，比黄晓明不知道火了多少。后来秦岚因为让经纪人跪在地下帮忙举话筒而被大家抨击，因为工资熬不过被舆论的打击，只好将秦岚封杀。没想到一封就封杀了十年，但是秦岚一复出就立马又火了起来。真是有实力的人到哪也会发光，不知道黄晓明会不会后悔当时和秦岚分手呢？